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既然藉著圣洗重生在我们，求你洗如愿奥迹在我们心上日趋完成，并帮助我们在你恩宠的保护之下，结出丰盛的果实，得享永生的喜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埋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日我们会采用《预言及经》，请各位翻开《主日感恩祭》第四十二页，第四十二页。攻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扫罗来到耶路撒冷，设法交结门徒，众人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巴尔纳伯却接待了他，引他去见中途，并给中途讲述扫罗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给他说了话，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因耶稣的名字勇敢讲道。扫罗于是在耶路撒冷同众门徒来往，也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扫罗并且同希列的犹太人交谈辩论，他们就打算杀害扫罗。众兄弟一知道这事，就带他下到海撒勒雅，以后打发他到塔尔索去了。教会记载全犹太、加利勒亚和撒玛尼亚得享平安，遂建立起来，怀著敬畏上主之情行事，并因着圣神的鼓励逐渐发展。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合唱咏，让我们以颂恩第四十四首、第四十四首齐声赞美主作为答句。上主的人必赞颂上主，愿他们的心灵永存不朽。整个大地醒觉而归顺上主，天下万民将在上主前屈膝叩首，凡安眠于王权的人都应朝拜他，凡返回于灰土的人都要叩拜他，我的灵魂只为他而存在和生活。转述我主，向后代传扬他的正义，说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公读圣约翰一书，孩子们，
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在這一點，我們可以認出，我們是出於真理，並且在天主面前可以安心。縱然我們的心責備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可愛的諸位，如果我們的心不責備我們，在天主前便可放心大膽。那麼我們無論求什麼，必由他獲得，因為我們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了他所喜悅的事。他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字，並按照他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那遵守天主命令的，就住在天主內，天主也住在他內。我們所以知道天主住在我們內，是藉著他賜給我們的聖神。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歡呼，各位請起立。圣约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果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如果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果实，你们如果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
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上主的福音。很喜歡，於是呢就一直都在那裡追追的時間原來發覺這個女仔呢 她的祖家是屬於墨西哥，於是不要理啦照追啦在一次的時間突然是放了假走到去呢這個女仔的一個屋企原來呢這個女仔是一個大地主來的屋企呢原來擁有不知多少多少畝的一個的葡萄園那好了是結識呢他爸爸呢就是那個的園主那再介紹我自己的時間呢就會說單單一個的朱古力推銷那這個爸爸就會說那個女呢我識埋一個咁即係咁嘅豆釘即係都冇咩氣勢，有咩派頭。咁呢個男仔咧唔緊要啦，因為好中意個女仔啦，咁於是咧就喺翻嗰度咧係住咗一個嘅期間。咁喺翻裏邊咧一路都描述嘅就係佢哋會話：哇，原來喺翻個園丁裏邊咧，佢哋要喺翻去耕種特別去種嗰啲嘅葡萄園，嗰啲嘅菩提樹，所有嘅一切裏面甚至乎咧係要將嗰啲嘅菩提子咧係要用腳嚟去踩嘅。哇！這個男仔咧開心到咧不得了，因為咧原來喺翻嗰個嘅耕種裏面嘅辛苦，再去到咧喺呢個嘅收成嘅時間，大家喺度踩緊嗰啲咁嘅葡提子，咁原來咧話即係如果用腳踩咧，嗰啲葡提子咧嗰啲汁咧更加好味。咁我哋飲紅酒嘅時間咧要留意一下，喺歐洲喺南美洲等等嗰啲冚唪都係要咁樣話噶啦。咁好啦，咁呢個男仔一路喺度參與，但係嗰個園丁咧就話翻俾即係呢個嘅阿爸咧就要話翻俾喎。個男仔聽見，哇！這個男仔都幾忠心喎嚇，咁好啦，透露一個秘密話俾你聽，佢話咩咧？佢話喺翻呢個嘅全部嘅菩提園裏邊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要留嗰條嘅金咁佢咧就帶佢咧就走去咧某一個嘅領域裏邊咧，就係指咗俾佢睇，佢話呢啲要留金咧係好重要。因為咧，傳宗接代都要靠係嗰條嘅金嘅咁樣。這個男仔咧就記住佢啦咁樣。咁好啦，喺有一日成個葡提園咧係大火咁大家咧就話：哇，急救啦，要搶啊，要下嗰啲棚啊、燒啊、又冧啊、又成啊咁樣。大家都好忙住係要係去救。去救嘅時間，大家都冇留意到咧，原來係一樣好重要。誒忘記咗咧，係嗰個嘅留根嘅地方。原來呢個男仔咧就走咗去咧，最緊要就扶住咧係嗰個留住呢條嘅菩提樹嘅樹根嘅嗰個地方。
哇！呢、這個園丁咧，啊，即係嗰個園主啊，佢會見到，哇！呢、這個男仔好嘢喎，真係好成熟啊，咁咧就好會話，好啦，我就要俾我嘅女咧係要嫁俾你啊，就是、因為咧你人你識，你識得咧能夠係傳宗接代啊，咁當然啦嚇，呢、這個嘅故仔咧係一路咧係好 happy 咁樣咧。我哋會睇得到咧，今日其實我哋嘅福音喺裏邊咧，仍然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咧，啊喺翻呢度咧，你會見到嘅就係一個嘅聖畫像。聖畫像嘅啊喺嗰度咧，其實話翻俾我哋聽。嗱、啊，你會見到咧，啊一條嘅樹幹，有主耶穌基督塔，將佢咧係放大咗。跟住你見到咧，兩邊兩邊都係嗰啲嘅十二個嘅門徒係圍住嘅，有幾個咧特別係最親近嘅啊，攞住本書嘅，咁嗰個咧係咩啊？四大聖士係咪啊？跟住每個門徒嘅頂嗰度咧，你會見到嘅都係有佢哋嘅一個啊一個嘅名，就話翻俾人聽啊，佢哋咧係啊屬於邊個嘅啊邊個嘅 apostle。邊個嘅宗徒上到上面、啊、你會見到有天主聖神啊，呢、這個就係代表緊我哋嘅一個氣息，呢、這個可以話係生氣，俾我哋咧能夠咧係有呢份嘅活力。再上到上面咧、啊，你見到咧天主聖父嗱，成個嘅畫像裏邊咧，冚唪唥個咧係你會見到，冚唪唥係瓜楞藤藤楞瓜嘅，冚唪唥係有呢個枝條咧，係一路上去啊，結構住咧，係源於係聖父嘅嗱、啊，真係會話翻俾我哋聽，就係正正咧，啊耶穌會話你有呢個嘅根，你個根咧，你行即係一路咁樣係傳宗接代你上去嘅説話啊，我哋咧唔會係離開啊呢個嘅淵源，因為如果離開咗呢個淵源嘅時間，耶穌都會話係咪啊？如果在我裏面咧，你冇呢個水分，你冇呢個滋養，你冇呢個嘅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其實就話翻俾我哋聽，係天主嘅恩寵啊，能夠係新陳代謝作用啊，我哋冇呢份咁嘅真係咧傳宗接代啊，有呢份更新嘅精神，一路咧會上去嘅説話，我哋唔會翻去天父嗰度啊，亦都咧唔會係話咧啊跌呢個嘅。可以話係十二粒嘅果子，而呢十二粒嘅果子咧，個個都係源於喺翻呢個嘅坑或者呢個嘅莖啊主幹裏邊咧嚟到去得到呢個滋養。各位兄弟姊妹，其實咧教會裏邊去提翻俾我哋嘅係會話，耶穌話：你哋住喺我內，我亦都住喺你哋之內。啊，嗰、那個住喺我內嘅。就能夠咧係結好多嘅果實。教會唔會話啊，你哋係教會啊，你哋負債，你哋係教會。你神父，你哋係教會，我哋唔係教會。如果我哋唔係教會嘅説話，我哋唔需要咧係嚟到呢一度嚇，係、啊、聚埋一齊，聚首一堂嚟到聽咧天主嘅聖言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滋養。我哋唔會咧係喺翻呢個祭台上邊。去領受咧主耶穌嘅啊，佢嘅一路坦然嗱，呢個咧就係、是、叫做係傳宗接代。如果我哋會話啊，我哋咁樣辛苦嚇、啊，我哋可以喺呢個時間可以去做第啲嘢，去飲茶，我哋或者去 shopping， 或者去旅行，或者唔知去啊 whatever， 我哋去做第啲嘢㗎。點解我哋要翻翻去呢個源頭咧？耶穌會話啊，其實如果我哋冇呢份咁嘅滋養。冇呢份咁嘅，真係一份嘅靈氣，一份嘅氣息，好可能咧，我哋都會做咧，做一個教友啊，我哋會話啊，做到咧係會唔好嚟啦，走啦，或者睇到教會裏邊有咁多嘅瑕疵，咁多嘅缺點，咁多嘅問題，咁多嘅毛病，我哋會話呢個教會啊，我哋都唔會入啊，或者我離開個教會。或者甚至我哋都唔會咧，係掹翻係其他嗰啲人嚇嚟到入翻去呢個嘅教會。
啊，記得咧喺翻呢個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啊嗰套嘅musical 裏邊啊，耶穌咧會話呢個又要纏住佢，嗰個要纏住佢，嗰個纏住佢啊，個個都要揾佢，哇！你醫好我啦，耶穌，哇！等等咁樣啊，嗰個耶穌咧係會最撈尾嘅時間會話 Heal yourselves。你醫翻你哋自己啦！我都哇，我都要劈棚，我都唔要捉啦咁樣啊！咁當然咧，我哋唔會話希望嘅耶穌會做到咁嘅樣啊！啊，醫好你哋自己都會哇，我都做到暈啊，做到係咪啊？嗱，我哋就因為咁樣分化嘅説話，或者我哋係冇辦法咧，係大家能夠係揾翻嗰個原動力咧，可能係喺人性裏邊，我哋都會睇到就會話：，做唔掂嘅嗰份咪唔好做咯。啊！咁辛苦，哇！入嚟呢個離曬裏邊啊，可能要揾個位，哇！有時都霸到滿曬咁樣，一個空位都冇嘅，咁喺底線嚟咯咁樣啊！嗱，好可能我哋真係都會係做到會咁嘅樣啊！個聖堂逼爆啦咁樣，其實喂，全港嘅聖堂咧，如果我哋真係會話三十幾萬嘅兄弟姊妹真係逼爆啲聖堂啊！我哋記得我哋細個嘅時間喺安哥尼堂。聖誕節真係逼爆嘅聖堂㗎，要嗰啲引導員咧引佢要帶位嘅，而嗰啲街咧嚇，即係雖然係攞住個電筒嚇，喺呢度有位咁樣，係真要去帶位入去嘅，逼到爆嘅。嗱，我哋點會諗到即係而家咧會話咁其他啲兄弟姊妹去到邊度咧？啊，咁話我哋咁好嚇，我哋日每個主日我哋都係嚟呢度參與彌撒啦咁樣，咁究竟我哋做緊乜？係嘛？嗱，好多時我哋真係會再睇，我哋唔會話將個教會咧係割裂咗或者分開咗，那個團體咧我哋係冇咗咧，大家互相去扶持、互相去鼓勵、互勵互勉嘅。啊，我喺翻嗰本嘅聖雷斯嘅嗰個刊物裏邊咧，我特登寫咗咩咧？係切磋琢磨啊！點樣叫切磋？點樣琢磨啫？啊，原本可能喺嗰個琢字咧，係我特登點嗰一點喺嗰度嘅嚇，即係琢磨就會話：喂，個琢字咧，你會知道係從個口跟住咧個琢字喺度嘅。大家唔喺度琢嘅，互相走去琢，互相走喺一下喺度喺度咬。嗰個原來咧嗰個聖即係嗰個聖體，即係主耶穌咧，用一個乜嘢嘅一個嘅服務出嚟咧，係要犧牲嘅。如果你去到以色列咧，最後晚餐廳嗰度，記得留意睇下啦。有一個嘅先兆咧，就係、是、一隻嘅鴕鳥咧，係要啄食自己嘅嗰個胸口咧，係要嗰啲血係要出嚟，係俾其他嗰啲鴕鳥仔咧係去食嘅，去啊，即係能夠咧係你冇辦法咧攞到啲蟲咩？就係、是、要自己咧要啄嚇啄自己咧，係俾嗰啲血咧啊，係嗰啲鴕鳥仔去飲嘅。呢、這個就話翻俾我哋聽。啊、要犧牲，係要咧，真係要咧，啊，要自我咧，要作出呢個咁嘅一個份。今日咧，我哋會聽到嘅，啊，喺呢個嘅根，喺呢個嘅坑或者莖，喺翻呢個咧，再喺枝條，再喺翻咧呢個果子裏邊咧，我哋能唔能夠咧係結出呢個嘅果子？啊，喺翻早幾年咧，容若如博士時定中心咧係製造咗一套嘅好有意思嘅一套嘅紀錄片，就係講緊咧點樣傳宗接代。原來喺翻雲南嚇，佢哋咧追蹤到咧去雲南。雲南咧，你知道嗰個氣候或者咧嗰個土壤啊、陽光啊等等咧，係好適合係為呢個嘅菩提子咧嚟到去生。原來係有一班法國嘅傳教士，佢哋去到雲南嘅時間，就係將嗰啲枝田咧就擺咗喺翻呢個雲南，好適合喎。嗰啲傳教士會點樣去走去傳宗接代啫？原來嗰啲山咧，傳教士就係要靠佢哋嘅要滑雪啊，要落山嚟去做傳教，因為冬天嘅時間嚇係好辛苦咧，亦都去唔同嘅一啲嘅家庭。唔同啲角落咧嚟到傳教，到嗰啲法國嘅傳教士老嘅老啦，死嘅死啦，嗰度嗰啲人民會點咧？係繼續
係再次種係嗰啲嘅菩提子，繼續咧啊係嗰啲咁嘅喺個葡萄園裏邊嚟嘅繼續發展。咁啊，容博士就走去問下：咦，如果你哋起翻你哋嘅最後嘅嗰個關頭，冇曬神父嘅嘞噃？啊，而家我哋單單種完咗之後咧，原來咧係醖釀咧係成為呢個嘅酒葡，即係呢個嘅紅酒啦嚇，唔係單單為咗飲嘅啫。最後尾嘅其中一個教又係會點樣講？佢話：我哋會等啊，一個嘅傳教士咧會再翻嚟呢度咧，你都繼續係嚟傳教。哇！我覺得呢個咧係非常之感動。呢套嘅紀錄片咧，如果大家想話要去睇咧，嚇喺翻公教進行社都有嘅，或者我哋咧希望啲公教家長阿會長請留心聽，有機會咧我哋可以係嚇拎翻嚟呢度介紹下俾第啲人去睇啊！真係明白嚇、啊，原來你一路再繼續醖釀去製嗰啲紅酒，唔係為咗啊走去賣或者走去唔知啲乜嘢，而係最重要咧係話我哋會等咧，希望一個牧者再翻嚟呢度咧係繼續開營業。各位兄弟姊妹，頭先我哋所聽到嘅就會係耶穌話咧嚇，如果冇咗我或者冇咗天父咧，你哋乜嘢都唔可以做，你哋要做嘅咧真係要。倚附住，真係要靠咧天父，佢能夠咧俾我哋呢份咁嘅活力，俾我哋呢份咁嘅真正嘅精神咧，我哋能夠咧係全宗前往，咁樣我哋都能夠咧再次回應翻喺呢個44頁啊福音前歡呼嘅嗰句説話，我哋咧大家一齊再次重點咧，係我哋使到我哋能夠咧係骨刻銘心嗰句説話啦。主説。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那住在我内的，就结许多果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信仰的根源，我們的活力，我們的生命力。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聖同體，那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他一聖神，又同精瑪利亞取了肉軀，而成為人。他在搬著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就坐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有聖父聖子所共發。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恩寵，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體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阿爸，各位兄弟姊妹，天主在聖洗聖時之中重生了我們，願我們時常以子女的心為社會和教會的需要祈禱。請為所有基督徒祈禱。主基督的逾越奧跡是各宗派的共同信仰，願這奧跡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中結出豐盛的美果。為此，我們同聲祈禱。Thank you.
世界和平祈祷，求主带领各国人民互相了解及欣赏，愿公平成为各国之间的合作原则，也愿优良的制度及价值在全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滿全，也藉工作得到合理的薪酬供養家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存留在基督的奥体内，彼此合一。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生命之中所需要的动力，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预备祭品歌，让我们一起咏唱颂一第八十八首。第八十八首，至尊无惧的天主。
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我常主从你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你光荣他嘅圣名，也为我和他整个圣教会嘅益处。天主，你藉住呢个神圣祭献嘅交换，使我哋分享你唯一至尊嘅天主圣。我哋既然认识咗你嘅真理，求你都帮助我哋喺行动之中持守不渝。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愿主各兄弟姊妹同在，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神主。请总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哋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嘅，必能使人得救。我哋逾节羔羊，基督完成咗牺牲，现在我哋更多隆重咁样赞扬你。基督藉住佢喺十字架上嘅自我牺牲，完成咗旧约嘅祭节。佢为咗拯救我哋而将自身奉献俾你，佢自己充当咗司祭、祭台同埋羔羊，因此普世万民洋溢住复活嘅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嘅天使同埋所有圣人，亦都同声歌颂你嘅光荣，不扬欢呼。上主，所以我哋恳求你藉住圣神，圣化我哋献俾你嘅呢啲灵魂，使得成为你嘅圣子，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圣名圣血，我哋遵照佢嘅命令举行呢项奉祭。佢哋春晚几个日晚上呢面饼，感谢咗分开交俾佢嘅门徒话：你哋大家呢去食，呢、这个就系我嘅身体，将为你哋牺牲。晚餐我同你呢杯嚟感謝讚頌你，交俾佢嘅門徒話：你哋大家呢去飲，呢一杯就係我嘅血，新和永久嘅盟約之血，將為你哋同埋眾人傾合以赦免罪孽。你哋要咁樣做嘅。所受的苦难和他光明的复活升天，并祈祷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个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个赎罪的牺牲，求你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之内成为一心一意。
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所施主和之主之母同称为福玛利亚。圣母正佩戴四约瑟，你的圣宗徒同埋光荣的殉道者，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咁样获得在场。上主，但愿呢同埋你收嘅祭献，又做于整个世界嘅和平同埋得救，并使你同中嘅教会、我哋嘅教宗、方济各、我哋嘅主教弥纳尔、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嘅全体子民，喺信德同爱德之中坚定不移。你既愿呢个大家庭设立喺你台前，求你都抚允全家嘅愿望。仁慈嘅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嘅子女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哋嘅祖先、以亡嘅亲友，同埋所有喺你宠爱中去世嘅人，包括喺天灾人祸之祸里边系离开呢个世界嘅兄弟姊妹，恩准佢哋进入天国。我哋都希望将来喺天国，永远同佢哋共享你嘅光荣。以上所求系靠我哋嘅主基督，因为你藉住佢赐俾世界一切美善。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无疲倦，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光与你。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主耶稣既然俾我哋咧，呢个真正菩提树嘅一个。或者一個的真正的一個啟示，讓我們都能夠在我們的醒悟裡面能夠去真正的一個頓悟，我們誠心的祈禱天父給我們有這份心。使我哋虔誠期待永生嘅幸福，作為救主耶穌嘅來臨。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时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像我们好像菩提子那样，向我们左邻右里去握手祝祝，真正这份平安能够保持多汁，请大家互相祝贺这个平安。多谢主。
根据天主教法典，只有已领受天主教洗礼的教友才可以到祭台前领受圣体圣事，其他人士请留在座位上面，我们会为你代祷。另外，如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请先进行修和圣事，办妥告戒之后才领受圣体圣事。最后，未进行初领圣体的儿童可以在礼席位的时候接受祝福。第224首耶稣海船服务。
主后经主日感恩祭第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请大家祈祷。上主，请垂视你的子民，你以天上的奥迹养育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革除旧习，善导身心。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阿们。各位请坐。今日共有四则堂区及小堂通告。第一，五月四日首瞻礼六晚上八点钟，堂区会举行耶稣圣心弥撒，欢迎各位教友热心参与。第二，
五月聖母月即將展開，堂區提示大家熱心祈禱、勤讀聖言同埋靈修書籍，實踐愛德善功，奉獻串串神花俾我哋天上嘅慈母。聖母進教者之友會印製咗每日聖言單張俾各位作默想祈禱，歡迎教友取閱。有關聖母月敬禮靈修活動，請參閱堂區通告版。第三，公教婦女會會喺本主日喺本小堂同埋堂區售賣慈善獎券，所得款項將會作慈善用途，請各位教友慷慨解囊。最後一項，請天主教家長會會員喺離撒後到 MMLLA 室開會。小堂及堂區通告報告完畢，主有各位，各位請起立。咁都仲有咧，嚇、這個五月，頭先我哋都會話嘅啦，每一個嘅兄弟姊妹，或者咧我哋嘅學生，係聖母咧，係邀請佢哋嚟入，唔係因為我哋考入，其實好多地方咧係聖母邀請我哋每一個人。如果我哋會相信嘅説話咧，包括神會嗰個聖母咧，會喺翻呢度咧，會巡視佢嘅事。聖母先係一個最忠實嘅最永久嘅一個董事長。咁讓我哋都能夠喺翻我哋今時今日喺個學制，喺翻呢個政制所有嘅一啲變化裏邊咧，深信咧聖母係嘅領導。咁所以聖母師嘅一個慶典。雖然咧係喺好高頻合作，喺呢個叫會展中心咧係連結，喺24號啦，會喺呢個大堂上晝10點咧，係會有一個嘅盛大嘅一個感恩，連結咧整個嘅90年，聖母咧會係好咁樣係帶我哋係去耶穌嗰度，呢一個咧係一個真正嘅感恩，一個嘅可以話咧係我哋嘅一個回應。咁我哋迎向嘅係，我用咗個英文咧就係 zoom out your bright future， 真係能夠咧望住一個嘅將來。我哋邁向嘅係100周年，係會點咧？係咪仲需要唔知仲要幾多席啦已經係開咗係218席啦咁樣，係咪要300席？唔緊要嘅，圍開咧喺呢度啊，每個主日咧係天主等緊我哋嚟到喺呢度嚟到係佢呢個嘅誠意，讓我哋能夠咧。延續落去嘅時間，會有更加好嘅一個教育，好嘅一個牧民係展現出嚟。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喺你心靈同在。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降福。各位兄弟姊妹，天主已藉住佢唯一聖子嘅復活，為然救贖咗你哋，並收納你哋成為佢嘅兒子。願佢降福你哋，並使你哋充滿喜樂。阿们。天主既然以祂救赎之恩将永远自由赐予你们，愿祂使你们成为永生的承继人。阿们。天主既然使你们藉着信德和洗礼分享基督的复活，愿祂带领你们今世度正直的生活，日后能够进入天上的父家。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哋，並永遠存留喺你哋當中。阿門。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永，由我哋一齊永唱，仲緊第218首，第218首復活節康歡榮。